据日本媒体消息称，北川景子出道十周年，下定决心主动要求全裸拍摄激情戏，让粉丝们很是期待。北川景子的出道作品是2003年播出的《美少女战士》。据圈内知情人士称，北川景子不允许别人提及那部戏，因为她在剧中经常会高抬腿走光，露出红色超短裙里的白色内裤。对于过去，北川景子似乎已经不再介意，她已经成为一名成熟女星。据一位电影界相关人士透露，北川景子要主演一部情色感十足的影片。电影根据一位善于写激情作品作家的获奖作品改编。喜欢文学的北川景子强烈要求主演这部作品，如果确定由她主演的话，她就要全裸拍激情戏，还要全裸正面取景，让粉丝很是期待。酷六娱乐，余文苏弟整理报道。